回来了，走吧。哇，我们去哪里呢？哦，这边。嗯，这阿姨在干嘛？这阿哦，阿姨在跳舞。这就是你最爱吧 ，Hotwheels。这是什么呀？这太搞笑的，这是一个迪士尼的小象的 Dumbo， 这好多呢。哎呦，你要哪一个？哇哇，这边好多，太多不一样的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OK。With GoPro. Oh wow. Oh. 这儿也可以玩，你看那儿，这儿中间，这儿你看，还可以在这儿玩，这儿就可以拼。哇，这好大，这是 Lego 吗？这不是 Lego。啊哈，和 Lego 比较相似，叫布鲁克，大颗粒。你在拼什么呀？这什么吗？车？赛车呀。OK。现在妮蔻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把她买的风火轮 Hotwheels 拿出来。刚才买的这是什么？哦，这是一个摩托车。啊，是这个。啊哈，这还蛮酷的，和你的衣服的颜色很配的。是的。那还有呢，刚才已经拿出来一个鲨鱼，这还蛮酷的哦，嘴巴还可以打开，对的。还有呢，狗屎，咦，看一看，哇，好酷的颜色呀，还是透明的。你很有力气。来，这里边是什么？哇 ！Ghost Rush 的力气很大，然后它会把纸撕开。嗯哼。还蛮有力气的吧 ？Ghost。是的，非常有力气。然后还有一辆啊，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一辆绿色的，看它有没有名字啊？有的。是哪一个名字？Electric， 它呢？这个有点看不清楚了。Course， 这个好像没有名字。不，它自己掉出来了。这样蛮可爱的，好彩色的车。但是它是很快的。它的名字叫谁？我看一下。这是有一个名字吗？好像没有哎，它只有它的编号。你给它取一个名字吧。Wonderfast. Wonderfast. Oh, that's a good name. I like it. 这个呢 ？This one? This one here? This one here is called High Roller. High Roller. 它没有名字吗？应该有，我看一下啊。哦，这个刚才的这个 shark，
那你取个名字吧，这个没有名字的，你取 Turbite Also a very nice thing。 这个我们刚才看，这个是这个叫做 Camera Alright, Nicole Nice 今天收获了五辆 Hot Wheels，开心吧？开不开心？来看看这是哪五辆啊？哪？这个叫做刚才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Turbite。对 ，Turbite。然后这个叫做 Wonderfast。And 哎呦，我又忘记名字。这个叫做High Roller。High Roller。And that's Camaro. And this one is called Electric. There you go. Five Hot Wheels. Do you know which one is my favorite? I don't know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Wonderfast? His name is Wonderfast. The fastest car on the world. the fastest motorcycle in the world. Is it? Okay. Please subscribe.